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早上中晚上好。今天先给大家带来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那就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做的 Arbitrum 的奥德赛啊，竟然 Arbitrum 昨天凌晨发了个公告说，目前由于 gas fee 过高，对吧？ Arbitrum 团队决定从即刻起暂停 Arbitrum 奥德赛的活动，等到下一个版本什么 neutral 上线之后才会继续活动。这个其实还是我个人认为整个团队比较不负责任的，说停就停，对吧？大家做了很多的准备，还好我们没有刷太多，就刷了3个号。如果像很多刷很多号的小伙伴们，那这真的是得不偿失，对吧？被反撸了就是。他是这么说的，在主网的测试期间， Arbitrum 的有容量的截流措施已让流量保持在适度的水平，所以像以太坊一样，当流量达到容量的上限时， L2 的 gas fee 会自动的增幅，直到流量的激增的速度放缓。 Arbitrum 这一机制一直在按计划运作，就是说目前呢，Arbitrum 像以太阳，如果网络拥堵的话呢，你就要付更多的 gas fee 啊，付了更多的 gas fee 之后呢，希望整个网络能够不再拥堵，它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在里面。所以昨天 Arbitrum 的第二周的活动开始之后，第一周因为是桥周嘛还好，第二周真正的活动开启之后，在 Arbitrum 上的流量明显的提高啊，然后很多人就抱怨 gas fee 特别高，对吧？我看了一下 gas fee 是挺高的，昨天我做视频的时候也发现 gas fee 是挺高的，每一步至少要一个多美金，对吧？甚至有一个 GLP 的操作我看了花了四个多美金、啊、对，花了四个多美金，我还是在早上，对吧？下午我估计大家都起床了啊，开始狂撸，导致整个gas fee 爆高，然后整个 Discord 里面怨声载道，所以 Arbitrum 昨晚临时把这个活动给停了。希望 Arbitrum 听到我的视频之后能够给大家一些补偿吧，要不然说实话不太好，真的不太好。作为一个这么大的项目方，对吧？你之前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啊，考虑到这些问题。他说在 Neutral 上线之后， Arbitrum 将在开始遇到拥堵之前，在容量方面会有显著的提升，这意味着交易会保持在更加便宜更加合理的范畴内，同时也让用户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对吧？那时候呢才是一个真正的 Arbitrum 的旅程。由于链上的重载导致 gas fee 高于正常水平，我们决定目前最好的选择便是在 Neutral 上线之前暂停奥德赛活动，以便 Arbitrum 生态内的所有社区和项目呢都能够继续享受无摩擦的体验。那就是 GMX 和 EO 的，我们目前做的等于是白做了，他会宣布第二周的重启时间，对吧？如果用户在奥德赛暂停之前已经完成了第二周任务呢，仍然会被视为已经完成了任务，并且有资格获取奖励。就是你花了高 gas fee 做的东西呢也没有白做啊，还是能够获得奖励的。虽然暂停奥德赛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是我们首要的任务是确保 Arbitrum 1的用户体验能够得到优异和亲民。随着 neutral 的到来，我们将期待着与大家一起继续奥德赛的旅程。Arbitrum Layer 2啊，怨声载道，竟然比 Layer 1还高，对吧？别污了 Layer 2啊。但不知道这个 Neutral 什么时候上线了，因为这个应该是他们一个扩容的方案。估计没有几个月啊，没有，至少一两个月吧，没有一两个月是上线不了。那我们还是继续关注，也希望 Arbitrum 能够给大家一个说法，对吧？给大家一个说法，要不然有点太儿戏了，对吧？作为一个受万人关注啊，受万千宠爱，
于一身的一个 Layer 2的龙头级项目，这么轻易的说暂停就暂停，那这个我觉得不太好。他们应该是事先能够想到这些问题的，对吧？如果你的基础设施没有完备，为什么要开启这样的活动呢？这不是搞笑吗？好，那虽然在沮丧之余啊，大兄弟我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的福利。这个福利是完全免费的，一分钱都不要花，只要点两下就可以了。这就是这个项目叫做 P12 啊，这个 P12 呢是一个 GameFi 的项目，现在正在进行空投，对吧？进行空投。啊，这是 P12 的官网，做的还是非常的酷炫。P12 呢，它主要是叫做 Project 12啊，它分三部分，一个是给游戏做那个 editor 啊，就是可能是做 map editor 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编辑器，对吧？一个是做 infra 做游戏的基础设施，还有一个是做游戏的 economics 啊，来 empowering metaverse。它说白了就是，Web 3游戏或者是说啊 Metaverse 元宇宙的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项目，它是这么标榜自己的。它其中一个核心就叫做 The Editor 啊，就是通过它的编辑器，可能可以很好的就很快的做出游戏，对吧？这是我的理解。第二呢是提供基础设施，对吧？就是 就是什么，比如说 NFT 的交易市场啊。或者设计代币模型啊，变得越来越简单，它会有什么 API、SDK 啊，等等等等，啊，看上去还是挺有想象力的。第三个呢，到 Econs 啊，就 Economics， 它会for the sustainability and prosperity， 对吧？一系列的经济 ，a series of economic and governmental rules。将会被运行在它的系统当中，对吧？一系列的经济模型啊，还有那个government 就是治理模型啊，治理代币啊，这些模式呢将会在它的系统中啊。Team 呢算是半匿名，对吧？它的 LinkedIn 什么都是写的，但是呢头像不知道，在新加坡的一些人啊。新加坡的一些人，新加坡、上海，反正这个应该是个亚洲的项目，啊，亚洲的项目。好，我可以看到他的人员的 location 啊，在他地图上有新加坡是他们的 headquarter， 对吧？就是总部。还有亚洲的一些，上海也有，杭州也有，对吧？东京、首尔，啊，美的也有一些。Partner 呢，找了一些 investors partner， 其中比较著名的可能就是 Project Galaxy， 啊，没有太大的 VC back， 但网站还是挺酷炫的。好，那现在他们正在进行一个 Genesis airdrop。可以通过我的 Twitter referral link 进去之后可能会获得更多的代币吧。进去之后呢，绑定你的钱包啊，就我已经绑定好了，这个就很简单。第二呢，你就是要选择你是一个，它和 Steam 关联在一起啊，这个其实这个创新还是不错的，和 Steam 关联在一起。Steam 大家都知道是吧，是一个非常大的游戏平台。那你是Steam 的 gamer 呢，还是 Steam 的 game dev， 就是你是打游戏的玩家呢，还是做游戏的？那我是玩家，对吧？然后进去之后呢，会和你的 Steam 去绑定啊，有个绑定的流程，在这里点一下 link to your Steam， 它会把你的数据刷出来，就是你的账号。我这个项目我是怎么发现的？我就看到前几天有人在 Twitter 上卖他的 Steam 账号，卖的挺贵的。好像是几百 U 一个啊，说他的 Steam 是游戏时间很长，而且是个老的 Steam 账号，就是游戏时间越长越老的 Steam 账号，相对来说就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空投的代币，对吧？这是我的 Steam， 打了 Dota 打了178小时，打了这么多嘛。
OK， 我其实不太打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获得一个 NFT 啊。当然，你先要和它的 Steam 连接在一起，对吧？然后，之前没有获得过 AirDrop 和你的钱包绑定，然后呢，还要关注它的一些社区，就可以获得这样一个 NFT， 就点这个东西。它 NFT 呢是在 Project Galaxy 里面去领，我这边已经领到了，对吧？已经领。对，它会这个 NFT 里面还标注了啊，什么时候诞生的，对吧？然后 Steam Year 是多少，有多少游戏打多少时间 ，Steam ID 是多少，对吧？全部标注在一起。这个是完全免费的，你甚至不用花 gas fee 去 mint 这个 NFT， 这个 gas fee 有这个 Project Galaxy 帮你承担了。我刚刚 mint 过，但是我只有一个 Steam 账号，我又不会去撸，对吧？所以说就是去体验尝试一下。最后呢，他就会获得一个 P12 的 token， 那目前还没有开始。你获得多少 P12 的 token 呢？跟你的数据有关啊，也跟你的这个 referral 有关。你当然推荐越多的人，你可能获得的 token 越多，可能获得 token 越多。行，那这个就是在 Arbitrum 奥德赛活动黄了之后啊，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免费的一个获得空投的机会，大家不妨去尝试一下，还是不错的。好，我也会把我的这个 referral link 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做到这儿啊，这里是韭菜兄弟。那我们之前的 Arbitrum 的这些视频呢，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些项目嘛，就里面具体参与呢，就目前不需要参与了，对吧？等到它的新的什么 neutral 出来之后啊，不妨再来参考这些视频做教程。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做到这儿啊，这里是韭菜兄弟，我们下视频见 ，peace。